全新片头，央视新闻联播今日改版，民企高清上新播出。今天央视新闻联播天气预报焦点访谈全新改版，其中央视新闻联播该更换了新的片头，16:9播出。 IT 之家了解到， CCTV 13新闻频道高清信号上新传输，7月19日零点开始，卫星传输参数与 CCTV 一、CCTV 一五高清传输流相同。感兴趣的小伙伴现在可以在央视频 APP 观看新闻联播天气预报焦点访谈全新改版后的效果。